住流行天王的灵魂跟创意，这是花式溜冰版 Michael Jackson 的不朽传奇。对，走。冰哎。对对，可是这不会吃，尊重原创啦。主角是威力王卡 W 王，搭配他的主题曲，算是我们自己贴的。这件是猫王的，哥穿一些很酷的、欸。对，每年溜冰就是跟时装秀一样，比较特别的颜色啦，或者 style 就可以看得到不同年代的变化。在国际赛事奔驰训练，带回跨国五一的设计经验。我们十年有成的衣服就在这里。十年有成，中华代表队代表台湾五进世界杯，台北，然后他的名字在上面。线条太平的话就会显胖，饮食要控制之外，衣服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色的，跟它对比一下。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时候，李少冠、李少杰兄妹四岁出道练舞，摔伤难免喋喋不休，有些战服只能说不穿的，然后就一直摔，还蛮害怕。妈妈就说：“那我们做一件新的吧。”转过来，第四步站好。因为我摔倒了。补了一个蜘蛛人，不破网是孩子们的战机，是教练的爱心，闪亮亮披在战袍上。裤子上面有蕾丝的，知道他曾经受过什么伤。亲手车出世界级的五一，在外是国际裁判，在家是私人教练，花式溜冰国手出身。郭文平是李妈妈，也是舞台下最温暖的依靠。给他们多一份力量，给他们多一份支持，所以他们溜起来，我相信他们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大新闻吴一轩、王昭忠高雄报道。